水啦。喂，周正恩，放下。我踮在楼梯顶，你进来。楼梯顶，倒位楼梯顶啊？紧打电话，紧急。周正恩，你在做啥啊？喂。想怎？阮朋友啦，啊，不过今麦无共班，啊，电话断断续续的，听无啥清楚，最后敢若听到哭一声，就大声嘞，唔知咧讲啥物物件。可能只是想要叫你出去佚佗，应该吧。家拢无人，较安静，我会当好好看一下。秀姐，啊，这是谁的啊？这真是够水呢。朱青天，朱青天，原来咱有亲戚关系呢，我是你的表哥。哈？表哥？乖。我不是在跟你叫啦。啊，我就真正是你表哥无？你问金毛。对啊，伊讲我唔对啊。那新校长谢东俊是你阿爸对吧？嗯。谢校长阁是 Q 猫的姑丈，所以你真正有亲家关系。算开应该是姑表兄妹啦。以前啊，我阁比你大几个月，所以我是表哥。你的意思是，咱两个有亲戚关系，啊，不过我无兴趣知影，也无想要知影，更加无可能叫你表哥。不用的，阮爸讲过，论辈无论岁，爱有礼貌。金毛怪，你足烦的呢。什么金毛怪？无礼貌，叫我阿静。我都已经甲你解释过啊，顶摆叫你阿妈丽萍姐啊，我叫伊丽萍阿姨，安尼算开，我大你一辈呢，所以叫我阿静。安尼算起来，你是咱三个内底上细汉的，叫表哥。喂，我廖乾坤，廖先生，我是伯顿高中的学务主任，也是蒙斯甲四维的班导师，你见中。老师啊，阮查某囝蒙子甲四维是安怎想？是安尼啦，拄只有一个学生，为何厝边顶跌落来？啊，蒙子甲四维啊，拄好在现场诶，所以爱麻烦你哦，来互我走一撮。有啥？有学生囝为厝边顶跌落来，啊，甲蒙子甲四维有关系？哪安尼啊？啊，好啦，无这样随过吼。陈诺，咱客囝四伟甲恁查某囝王子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老师打电话来讲啦，讲学生在位厝尾顶跌落来啦，啊，讲因两个拢在场，叫咱即摆去了解一下。啊，安尼啊，进来，进来，行。咱哪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奇怪嘞，哇！正恩，王正恩即摆陈诺，恁是？我是堂哥啦，是阮爸公阿哥。王正恩即摆开手术室。是啦。啊！医生跟我讲啥？阮正恩敢会有性命的危险？医生讲周正恩规身躯有真侪所在拢有骨折，而且也有颅内出血，伊的状况足危险的，所以即马等咧急救。手术应该无遮尼紧就会结束。哪会叫发生这款代志啦？恁学校到底是安怎顾囡仔的？为啥物一个好好囡仔对楼顶跌落来？阮正恩若是有三长两短哦，我绝对袂放恁抓哦。
真正失礼啦。啊，详细状况，阮即马也是还袂不清楚，所以无得向恁解释。啊，不过阮学校迄边哦，已经有配合警方伫咧调查，事后一定给恁一个交代。校长，好好看看。好，来进家吧。喂，是戴老师。对，我即马甲校长搁在病院诶。好，我知影，我会甲校长讲。再见，校长。我再好好讲哦，我发现哦，几个学生哦，伫正恩跋落来进前哦，伫伊身躯边啦。啊，即马遐学生哦，情绪哦足无稳定诶，敢若叫惊着啊。即马赖老师哦，伫甲人打。好，那咧，咱即马进来等啊。好，这样。我带恁去啊。两个证人今晚又搁在做手术呢。哎呀，爸，手术无遐尼紧结束啦，咱无可能伫遐戆戆等啦。阿公，你伫遮哦，等证人的消息。啊，我甲爸哦，去好了解遮状况。有啥物代志，随时打电话给我哈。我知影啦。请。我是校长谢东俊，我做廖乾坤，是蒙仔爸爸，也是四位客辈甲监护人。你好啦，这两位是周正安的阿伯，也够堂哥啦。哎，领导，啊，唔知即马为老尾顶搬来迄个学生囡仔状况安怎？伊即马搁在做急救手术啦，目前还袂脱离危险期。我是听主任讲。我迄个孙仔为楼顶爬落来，甲有关系学生囡仔拢伫个遮，所以我想要过来请因斗三工哦，帮助阮了解这个代志发生的经过。校长，小曼看起来强要自杀袂掉啊，可能爱请你较注意伊的情绪。代志发生的时阵，恁三个人拢知着。啊，既然即马小曼同学情绪较无稳定。那安尼，蒙子甲四伟，你敢有当代替伊解释一下啊？正恩跋落楼的过程啊？这件代志小麦上清楚，你可能爱直接问伊。小曼同学，今嘛请你交代一下代志发生的过程，你敢做会到？我，是我先来跟你讲啊。别跟他吹了，回答答说。小曼，那当时咱约好要安慰正恩，所以就约在综合大楼的楼尾顶。然后我跟四伟就去买饮料，你就先去找正恩。我刷下来了，恁两个人在遐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跟他两个人聊，哇哦！阿爽，你发生什么代志？跟讲啊！正恩，伊就一直接近我，啊，我就一直挣扎。你拄则讲，伊一直接近你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想到你被挣扎了。小曼，你唔着爱先解释你甲正恩的关系，安尼大家唔才听有。我就是我甲正恩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啊，当时我就是安慰正恩，结果伊就开始袂安分，对我学袂来，想要甲我闹。我想要跟我亲，后来伊的手，伊的手，啊，伊的手安怎？是不是开始学袂说？爬起来安尼就对了啦，爱较厚面皮，伊较袂气喘啦。今麦查某拢足少面皮。哦，
你别在那插嘴，你没看见同学？同学，你叫什么名？你叫黄小曼。你敢再和黄小曼同学喝喝解水啊？啊，这位哥哥，你是没看到伊的物件甲清顺顺啊？讲话拢袂变动啊！我是咧帮助提升伊的记忆，我才是同学爱。啥物咧加强记忆啊？我看你根本是咧怕哪凉啊！阮正恩平常时啊个性是真避暑哦，伊袂甲恁伫遐咧你遐我滴啦。就算讲你甲伊是普通的朋友，发生这种代志，你也一点仔感觉拢无啊！搁有才调一只连消话，搁要去影响到黄小曼同学一下咧解水，我真正怀疑哦，阮正恩报来甲你有关系哦。你要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阮四伟是一个囡仔尔咧，哪有可能去伤害同学啊？你莫黑白讲话要牵拖阮四伟哦。那无我唔管你什么受害者家属，绝对好你好看。我是倒了黑白讲，你家看的是什么态度啦？完全无要无紧的，别讲阮正恩是伊个好朋友，我才无爱信。朱莉嘛，阮正恩敢真正是伊个好朋友啊？伊哪有可能去交这种唔正经啊？你是对付唔对啊？你唔通把这种哦加害者咯误认是目击证人呢？你讲啥？什么啥？你给我讲一摆！讲一摆！有诶，好好讲好。娘啊，这还好呢，但你今嘛先从啥？好啊，你今仔人拄着这款代志吼，唔知要安怎反应嘛是真正常个啦。即摆重点是要先予伊把代志个经过讲予详细，咱才阁来做判定。啊，是啊，就是讲了吼，真对啦。同学，你讲你甲阮正恩第一交往是啥物时阵个代志？我哪拢毋捌听阮正恩提起过。我只拄大甲伊交往尔。这边哪有可能？卖讲是交女朋友，阮真正是看到查某囡仔面的红呢，遐直接接近伊了，走敢那飞的啊！你头阿卖插嘴哦，人伫讲代志啊。黄小曼同学，你继续讲。就是，真真讲我是伊女朋友，就想要对我后背来，但我唔肯。因为伊有食药啊，啊我硬要来，我就一直甲伊杀。所以你甲杀落去？不是啦，啊梦子甲四伟拢有看到啊，因拄啊看来的时阵，就看到我甲正恩伫遐叫有人啦，伊想要斗三工做事，结果正恩伊家己。头壳无清楚，就一直在讲咖啡话，啊，搁伫遐起烦，最后就家己变过女儿墙了落啊！校长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这恩以及马郎到底安怎？前麦条件。咱哪行哪讲，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玉玲，你讲无可能是啥意思？正恩伫出代志之前，有打电话我。真是，虽然电话讲无啥清楚，啊，不过我敢肯定，伊毋是迄种会食药的人。其实我嘛是认为这个代志吼，无遮尔单纯啦。啊不，恁三个人吼来斗相共啦。替我去问看卖，其他的同学是毋是伫代志发生的时阵有听到，还是看到任何的线索？若是有哦，先替我收集起来，然后我再交警方，当作参考。